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净水、刘兆坤、蔡星纯等人。第429回，文魁入命。第二天大早，吃了船员送来的白粥，李岩才推开舱门，罕见的想出来透透气。政府大人，李岩低头，瞧见是陈月武的小女儿陈娇在跟自己说话，她笑着点了点头，刚要回应，却发现陈娇低头抿嘴，气鼓鼓地错过自己。李岩没在意，上了甲板，看见有三三两两的水手窃窃私语，才发觉气氛不对劲。甲板上立着一张铁板烧的台子，扎小刀拿铲子翻弄刚切好的鳕鱼肉，一旁站着曹永昌，眼上有乌青。怎么了这是？李岩拿起竹签子扎起一块鳕鱼肉放进盘子，扎小刀头也不抬。没放盐自己家。嗯。李岩抄起食盐罐子在盘子里点了几下，冲曹永昌扬了扬下巴。有什么窝心事儿？说出来叫我乐呵乐呵。没事。曹永昌扫眉搭眼的不敢说话。那就算了。李岩真的就不再问了，反而问扎小刀。千心说学的怎么样？李岩不理曹永昌，曹永昌却又跟李岩搭话了。那个，李大叔。怎么了？您教我那几招，他也不好使啊。李岩瞅扎小刀，到底怎么回事？扎小刀点上一根纸卷烟，才含糊道：“他这两天觉得腿脚有劲儿，筋也拉开了，老想跟人显摆，不知怎么的就撞人小姑娘手里了。就陈老爷子那个小女儿叫陈娇的，让人家好一顿胖揍，这不老实了吗？”李岩听了哈哈大笑：“笑永昌。”你这十三当街殴死人命的镜头呢？那也不对啊，我怎么看人小姑娘沉着脸走的？她不是揍人的吗？扎小刀嗨了一声，哼，叫他爹给骂了，关他两天禁闭。李岩哦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别哦啊，李将军，李大叔。曹永昌急眼了，您怎么就不说话了呢？我这是个什么说法呀？李岩大口嚼着鳕鱼肉。我教你练武是让你强筋骨壮体魄，收心做事别惹祸。在这你才练了几天啊？你想干嘛？飞天遁地？陈娇是什么出身？他几岁就跟着家里出海，没准还开过火铳，打过海盗。你让人家凑着你学艺不精，你还怪我？曹永昌左右看看没人，才凑过来压低声音，那你能不能跟陈老说说情，就别关他女儿禁闭了，是我非拉着他动手的，让人揍了就让人揍了，还仗着有靠山害人家，我太跌份了。家务事我可管不了，你自己找陈老爷子说去呗。那我说话能算数吗？曹永昌直跺脚。那我管不成。李岩断然拒绝。政府大人。这时候陈月武的声音远远传来。大人，您今天出来的早啊。透透气儿。是方才小女。陈老爷子，咱走了这些天也快到了吧，我可没瞧见朱破龙的踪迹啊。是。陈月武见状也就不再提及这个插曲了。朱破龙原产西江，这些年肆虐江浙海盗，常在南通舟山一带产卵，他们吞吃海盗大小鱼类，拦截攻击过往商船，这都是家常便饭。咱们前几天刚过云港，我估计今晚就能见到活的朱破龙了。政府放心，小人也碰上过两次这种差事，不会有差池，到时候大人您安心歇着便是。朱破龙啊，绝害不到咱们这次行程。那就好。李岩眨了眨眼。
海上的日子大多时候过得快，一转眼就黑了天了。不过船上的人都没什么睡意，尤其是陈月武，他一身劲装眺望海面，李昭二人则在旁边的篷布下头聊天。那千星术对天类传承的行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李岩拿茶杯漱了漱口，问扎小刀。背靠官府，很多事便是手到擒来，既然陈月武信誓旦旦能对付朱婆龙，自己安心看着便是了，喝喝茶，吃吃糕点，毕竟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喜欢打打杀杀的人。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只要把北斗千星术提升到 50% 以上，就可以牵动魁星入命功，给自己或者别人加持一个文魁入命的状态，能持续10天左右，效果是能提升一切练习的效果，无论是习武还是读书，包括专精突破，还有对揣摩一些自悟技能也有相当大的帮助。顿了顿，扎小刀又说，好像所有的天位传承都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牵动传承星命入人命宫的能力，效果也千奇百怪，比如红鸾星能增长谈吐魅力，扫把星能给人带来霉运等等，天童存录天福天寿等等。你觉得自己多久才能达到 50% 的转型？这次事件是不可能了，我估计得等到结算，我舍得花点数，问题应该不大。足够了。李岩颇为振奋。其实李岩和扎小刀一开始都是全能型的岩夫行走，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生存能力极强，不过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还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分工。李岩过于霸道的正面作战能力逐渐盖过了扎小刀，这点扎小刀心知肚明，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强化重心放在了伪装、食补这些方面。他本来就更擅长这些，不过关键时刻，他的作战生存能力同样让人放心。两人交谈的时候，海上突然涌现出一股怪浪。陈月武看得分明，他打开眼前的黑木盒子，里面是7颗凹槽，有5颗槽已经空了，还剩下最后的2颗。里面各自摆着一只红色绳结缠成的小人，这是陈月武青年的时候在一次航行中的收获。那次他的船失事，船员全军覆没，只有陈月武一个人漂流到了荒岛上。他和岛屿上的土族生活了半年，还娶了土族族长的女儿，直到族长女儿病死，他才离开那座岛，再也没有回去过。这期间许多曲折的事只有陈月武自己知道。黑木盒子就是他那位亡故土族妻子的嫁妆，妻子告诉他，只要把红色绳人扔下海，再大的风浪也能消弭。这些年陈月武多次逢凶化吉，都是依靠这只盒子。陈月武发过誓要留下一只红色绳人纪念亡妻，所以这一次便是他最后一只红绳结小人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鹤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静水、刘兆坤、蔡星纯等人。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我们下一期再见。